踢他，通缉他，他跳不上来，他跳不上来。啊！有干掉干掉！喵喵喵喵！发发发发发！无敌无敌无敌！有有干掉干掉干掉！我在举盾，我举盾，我走走走走走走了走走啊！巧克力无敌用啊！好险好险好险！我吃金苹果，吃。哇，你还有无敌跟瞬移可以用哦。好的，先把准备好。你有先弄不是毒不是书吧？有，我用了用了，吓死了！不下不下不下！他们今天特别凶残耶，是不是看到我是个菜国王？让你知道他你的厉害，让他知道你的厉害，让他知道你不那么菜。有有运回来运回来，你们小心哦！后面一个，后面一个，先把他弄死。哎，他跑掉了，他要去找发发啦！哦，打发发，他想等有力量。我举好盾，楼上高打你了，爸爸！爸爸小心，爸爸小心！没事没事，他跑了，他跑了。先杀掉他，先杀掉他！他力量，他力量哦！他好了，他好了！他力量有有有，我放宝石喽！还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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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人，还有人还有人，等一下，还有人，好，是可以了可以了，可以了吗？三二一，放！看一下，持平持平持平，没事。楼下有人哦，楼下有人哦，很痛哦，很痛哦，那个很痛哦。哎呦！举盾哦，举盾，他会有力量哦。有盾了，举盾了，举盾了。还有，他杀人，他杀人了。还无敌，他无敌，他无敌。哎，又一个来哦，又一个来哦。他顺着，他顺着。有一个，有一个，好想点中剑。哎，好想点中剑。好想拼人，好想拼人。很想拼人。哎，又一个来，又一个来了，在我们的那个那个塔里面，哎，刚买的耶，哎，好酷，两秒钟就不见了，好饿，快买，全部没了，你赶快先吃，地板，没事没事，这一碗这一碗，给我吃，刚买不到两秒，谁是地道？我啦，我啦。是我，谁？洗蛙，洗蛙。来，赌哥，他们失明，他们失明。好。耶！也有失误了。这天快过了，快过了，没事，没事。好。有一点钱。国王在哪里啊？哎呀！哎，爸爸，爸爸，小心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他无敌，他无敌，他无敌！哎，没有，没有，他没无敌，他没无敌。是发发的吧？哦，无敌，无敌！你不用那么着急啊，你血还很多。我在国王啊！耶，好过分呢！他记在哪里？他们国王在哪？没有，他时间快到了。好，他们的二十秒，二十秒。给他下马威，快乐瞎拼呢！他让你不快乐，来嘛，不要跑嘛！最后你还是得死啊！新来的哎，哎呀，要跑吗？来呀，坐啦，坐嘛！没有在我身上，我丢出去了。做什么？做什么？请他 sit down。哎，来啊，等下抢钱啦！好好好 ，Go Go Go！ 准备，国王有吗？有拿到吗？有，是国王，你按发发，按确定，你按确定，哦哦哦，哎哎，哦有了有了，哦对面也还没按了，对，哎塞，泰国王抢东西，多当个几次你就会变厉害国王。哎呦，没钱了！有赚是赚，哇赚！你来不及了，我们都来不及了，有钱了，可以买书柜。哎哎哎，中间已经没了。好，你不用加速吗？跑在这里是，好猛哦！他是用加速对。我想说，我用中间珍珠直接下来的时候已经没了。太扯了，好。哎、欸，我们的直升机，我们的直升机加速技能直接来。哎、欸，我们的奴隶有到三吗？
有三了，有一二三都是我用的，我都记得。好克力，好克力。我知道你在问，对，一二三都是我用的啊，这没什么功劳啊，但都是我，都是我，都是我。他不是间谍，他不是间谍，我们做帮你做证明，不是间谍，不是间谍。没花多少钱，六百块而已，六百块。现在书柜是几个了？三个，三个，可以放到四個。我们在炸我们的那个直升机，有没有弓箭手资源？我在上面。啊！我自己掉下去。他们也好像有人在弄附魔。哎、欸，不行啊！直升机啊，直升机要爆了！死一个，睡哦睡哦，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还在弄，轰炸手没射死，等下自己跳下来。国王，不要跑，顺移光，顺走光，顺走了。哦，吓死我！发光那个发光，在我们家门口了。发光在我们家门口，哦，看到了，看有没有机会弄他。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希望我来得及。喂，哎、欸，堵到他，还有队友，还有队友。我瞬移没了，等一下宝石不能给我吸。有死了、啊，我没办法，我没办法，我先退走。可惜，哎、欸，他们光死了，光死了，光死了，走了，我走，Cover me。Cover me， 三六 ，Cover you，Cover you，Cover you， 可以，他们力量有力量有力量哦，完全没有要理我哎，刚刚在干嘛？哎呦呀，好猛啊！快走，你快走，你快走，这里这之中有力量的哦，嗯，这个吧，发光发光，是灵魂人偶对不对？对对对对对。啊、快逃！他们有力量了！撤退了！对哦 ，OK， 我就放哦。好，李叔，你干嘛在那边脱衣服？你在诱惑谁？嘿，没有，我捡到人家的。捡到人家的。谁不穿衣服？别人的衣服比较香。我刚中国街他们那个商店区打了一个人两下，然后他都开始狂吐绿宝石给我。好好哦，吓到了！不杀不杀不杀！我以为你要说你是宝石，我很开心，但是我还是要杀你，因为我们不同队。太坏了！你还是绿宝石可以诱惑一个人。被钱蒙蔽双眼的。原本想要杀他，但是金额实在太多了。对。他们康庄大道哎、欸。刚刚光还想附魔、哦，但他们没有那个书柜，都是慢慢叠的。嗯，用叠的、啊。要射我！又举了。上面有副攻喽。嗯。痛啊！啊，不好意思，我在你旁边。Walking， 我有多买没事。哇，你们有人直接潜到他们家哦？对啊。砸那么多、啊，有一个弓箭手一直在偷射你。十三朵，晋级的巨人。他们光在他们家一楼买东西。我好炮，我都射不到。哦，拍谁？拍谁？喂，光。对。啊，来乱一下而已啊！哎、后面可恶，你很酸哦。后面有一个人挖我脚底，让我摔下去啊！可恶，直起来啦！直升机啊，直升机，直升机有人啊，直升机有人。对，哇，挖掉一个了。哎呀，没事。我们也一直在烧他们。嗯。哎呦，这里怎么有喷装啊？捡爆炸保护，嘣！为什么要附这种奇怪？多怕被炸，怕被手榴弹丢到。哦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
哦，有人在炸我！哎，为什么我还是一直被缓速啊？喵咻啊！我的宝石交了，照理说不是缓速要没了吗？你还是你？我就你杀人队长了！啊啊哦哦对哦哦对耶！你手刃太多人了，忘记耶！是死的，太多人在你的刀上了。对你的诅咒啊！你的肩膀很重吗？这真的有点重了、啊，好恐怖、啊！哎呀，然后很久没有炸这个，卡嘣！水元素加十分，超爽！我觉得应该那个我们队名一个叫做葛莱芬多，葛莱芬多。葛莱芬多加十分。我以为你要说另一个要死在车里面。没有人炸，我在这边。不凡，你在哪里？在哪？螺丝是。隐形的。笑。自己受伤，自己受伤，没有发光。他出来。他掉了炸弹，要死掉了。我捡到他的炸弹了。我在炸，我在炸，我在炸他们家。哦，地板真的是气死。强迫症，不补了，不补了。好险，我现在都被喝断。用力量，用力量，何必呢？需要炸弹。小，卡嘣，卡嘣，嘿，酸哦。20，那个伤带，你是在炸我是不是，露米？我没有，我看你后面有点危险，保护你一下啊！你看起来像在炸我啊！没有，我怎么敢呢？没有要干掉了，发现有一个来我们家哦，二楼，二楼好，挖到附魔区，好，不要让他走，输一了。买啥、啊？需要卖一些建材啦，要卖一些那个沙子啊什么的，才把它补正常的沙子上去啊。等下有一个人怎么在那么高的地方啊？他在干嘛？国王吗？瑟瑟发抖吗？就很像、有可能是国王。好吧，那我们就过去堵他吧。啊，等等。哎、欸，是国王，是国王，是国王，他受伤了。偷挖、啊。是国王掉下来的。就是国王，没有错。可爱哦，我们去找他们玩。去找他，去找他。拍拍他的肩膀。太远。跟他玩。还有在那边叠高高哎。所以那最高的是国王哦。嗯。射下来。希望还可以再高一点。可以。再高一点。Ow。哎、欸，臭我臭我臭死了！哦，还有方块啊！又臭又晕。哦，原来是你的路啊！对呀、啊。哎呦，你在我后面吧。对。去找国王。没有错。开 party。去找他，去找他，去找他。嗯、啊，你找就好了，我移动缓速。我没有攻。我在炸他是不是？他们是在偷附魔了。家里外面有人哦、喔，你们家外面。他们有在附魔吗？那我先去看。刚丢了一颗，感觉有人跳了一下。让我看看。叫人哦、喔。有东西啊。没有没有，他们附魔台都没了。咚、哦，收到国王了。再来。六来了。射呢？射下来，射下来。国王过来嘛，你跟我家猫咪很像哎、欸。这样射下去喽，顺哟、哦，他顺走，他顺走，顺到前面，前面我们家那里，是不是？我们家外面嘛，发光发光。对对对。对。有人在我们家下面挖矿哎。有，看到他了。我在下面挖嘞。Monster，Monster， 他跑进去了。有我堵了一些，他无敌。啊、我要死了，我要死了！啊啊！他去动你！这里有一个人，他力量，你在哪？他力量吗？在
家里，他跑。哇！二零减。下你看可不可以建造武装？他跑到中间那里。他往天空啊，我们屋顶上。我们屋顶上面有人哦。对，我看到了。那力量直接把我的盾给打到爆了。什么声音？这什么？我们楼上人，楼上人。下去吧。打法揍他。可以吗？可以吗？他好像有，他无敌。啊！结束了。好险！原来他带了5块钱过来，很棒。下树。那你有捡到啥吗？